BTS 在拉斯维加斯演唱会上，成员 V 兴奋地在走道上奔跑，将从天花板落下的彩带张开双手全部都揽在身上，快乐的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，与帅气的脸庞形成反差萌。四次元的性格一直是粉丝心目中的快乐来源，而 V 在这样欢乐的瞬间甚至开始抢夺视线，走起台步，队长 RM 下了十分精辟的评语， V 像是维多利亚秘密的模特儿。经过网友特地找出秀场图对比，五彩缎带背景和模特儿极其相似，在韩国论坛引起热议，网友纷纷表示太搞笑了，但论身材和美貌 V 一点也不输，自信又帅气的步伐一步步夺走 ARMY 的心，纷纷表示虽然跑来跑去像一只泰迪犬一样可爱，但走起台步的瞬间令人屏息，即逗趣与帅气于一身的奇男子。